色泽鲜艳，香气扑鼻，充满着浓郁风味的咖喱料理，在主厨阿里的巧思下，以烤、炖、煨等方式出炉，外酥内软的烤饼搭配咖喱料理，与中东的风情相结合，带给顾客难以忘怀的味觉享受。我本身是做餐厅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跟我们台湾的料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，觉得很棒。不过它有三四样素食，我吃的结果是很够味，很好吃，真的赞。还有炖饭、烤肉包饭，每一道菜肴都展现了中东人民对饮食的热爱和讲究。咖喱肉烤饼，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，对，然后非常的好吃。我们用大量洋葱去熬制的一个咖喱，好，它是牛肉咖喱，还有加上糖制的苹果。我们家的食物呢，永远就是服一个很健康的导向，自然健康。好吃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以环境永续的理念为出发，使用新鲜的有机食材和可持续外带的餐具，讲究天然环保。因为你想游泳，你手就伸进去，你还可以一边游，打开了就喝，这个又可以当成一个冷水壶去使用。我们这个材质都是很棒的。而加入产自巴基斯坦的黑岩饮料及冰品，有着独特的口感。我们的饮料有加巴基斯坦的黑岩，有丰富的矿物质、氨基酸跟褪黑激素。里面的氨基酸呢，会把食物的原味拉出来，所以任何的东西加了黑岩的味道都非常非常棒。采访当天碰上外国游客特地前来品尝这中东美味佳肴，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穆斯林料理都蛮好吃，然后蛮多回教的朋友啊，都会特地搭车来这边吃，因为可以让他们吃得很安心，因为它是全基隆市唯一一个清真认证的餐厅。巴基斯坦赞！美食之余，也能下水感受海水的清凉。夫妻俩发扬中东人民对饮食的热爱与讲究。佳慧想要品尝巴基斯坦美食的爱好者，不用出国就能感受到异国风情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